你能不能借口奶喝呀？变态啊你！误会了误会，是你害的，借口奶喝。这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搞离家出走那一套。妈，小林买的奶粉其实挺好的。不行，他这明显跟我较劲呢，我就不信了，离了他这日子还过不了了。我有办法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拿证件办离婚。妈妈不要，奶奶要。我是不要您儿子和这个家了，但小宝永远是我儿子。哎，让他走，走了就别回来。自从他生完孩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这不对那不对的，我是怎么做都顺不了他的心，老跟你哥吵架，我看这日子他早就不想过了。你之前和嫂子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现在？那肯定是他不对呗。哎，同一个妈，月月跟妈的关系一直很好，那不是他的问题，难不成是我的问题啊？哥，这还真是你的问题，这婆媳事说到底还是夫妻事，嫂子和妈闹成现在这样，还真只能怨你自己。我让你和妈说，大人小孩衣服别一起洗，小孩保护力低，容易交叉感染。你说了没？自己说呗。我怎么说呀？你去。哎呦，妈，你儿媳妇嫌你脏，让你别把你的衣服和小宝的衣服一块洗。记住啊。妈，我给您买了件衣服，您试试。咱妈怎么了？好像有点不高兴。没有啊，我看挺好的。你去看看，然后跟咱妈说一声，今晚我做饭，可能最近带孩子太累了，让她好好歇歇。哎，就知道使唤我。妈，饭做好了，吃饭吧，妈。老了不中用了。哪还好意思吃儿媳妇亲手做的饭？什么意思啊，妈？不是有人嫌我做饭难吃吗？我看就没人能伺候好你这祖宗。没人嫌弃你啊，你先把门打开吗？波言，妈说的我怎么听不懂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快跟妈说说去。我说什么？你们女人的事你们自己解决，我不跟你们瞎掺了。小宝乖。宝宝乖。妈，小宝现在大了，不用一直抱着，给他养成习惯以后就更难带。喂母乳不行，抱着也不行。我看你就是怕生了孩子累着自己。不是啊，妈，我知道你疼孩子，但是你老这么抱着护着孩子反而会更娇气，你得让他自己下地玩，而且还在家不用给他穿。你干什么？万一着凉感冒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妈，孩子的体温本来就比大人高，而且我一直给他喝这个皇家美苏佳尔奶粉，里面含有实证50%天然乳脂保护因子群和可高达30加倍精粹高活乳铁蛋白，人家中国宝宝调研都说这个组合能够提升孩子保护力，孩子的体质啊我心里有数的，我还给他报了体能课。什么体能课？他才多大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妈，体能课小宝很喜欢的，而且对孩子体质发展也有好处。妈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咱也不能太给孩子成长设限呀，毕竟每个孩子成长节奏不一样，对吧，柏林？哎，行了，咱妈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你跟他争什么呀？再说咱妈多大岁数了，带孩子不比你有经验啊？他说什么你就照做行呗，一天到晚净瞎讲究。嫂子明明是心疼咱妈，对咱妈好，在你口里却变成了嫌弃。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那我看是你的意思吧，哥。还有上次嫂子给你10000块钱让你给咱妈，你是不是偷着拿钱去换新手机了？哎呀，我都懒得拆穿你。你呀、啊、你知不知道婆媳关系好坏关键在男人，一个好老公要有事两头瞒，谁像你两头瞎传？我看这个家早晚让你挑拨散了，我让你挑拨、哎、妈妈，哎，别打了吧，我让你挑拨。自从小黎生完孩子，你是钱也不愿意给他娘俩花了，家务也不愿意做了，本来我跟小黎好好的婆媳关系全让你给挑拨散了。哥，你结婚生孩子之前可不是这么对嫂子的啊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孩子不是困住妈妈的枷锁，也不是丈夫用来绑住妻子的工具啊。你弟都懂的道理，你这个做大哥的为什么一直不明白？等到彻底失去了就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找他。好不好，你也别回来。